家好，我是林道。今天这个影片，你们看这个标题，你们应该会从中好奇啦、啊。因为你们看到我最近的影片都是跟那只恐龙 Jasmine 那边拍，有拍没有啊？然后有眼尖的观众发现到呢，我们的频道哦，为什么每个人拿下 logo 哦？到底我们的友情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我最近这样少找他们拍了呢？我们是不是有起什么内讧？还是有发现过什么问题？所以接这部影片，我就给你们解答。OK， 我们又上了某某的车。嗨，好久不见。嗨，刘毅哥哥。哎呀，林董，这不懂要讲什么啦，在那边嗨嗨嗨啦。不是不懂要讲什么，这个就是我的拍片方式，人要尖尖底的，不尖哪里像是我。我们今天呢，就借这一部影片来澄清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有闹内讧，是不是有关系不好？有，那很够力的，讲内讧。你看我们三个每次在一起啊，其实是假的。只是打感情牌吧，好了、啊。没有，要保持那个观众哦。这样子我也顺便借这个感情牌来拍一下幕后给你们看一下啦啊。有必要讲可以吗？有点可以吗？我们闹翻的东西可以拍咩？这种东西都讲好了，打感情牌讲了啥？哎呀，不用急，登哥，三个人拿相机。哎，这不你拍吗？没有拍，介绍错了。OK， 当然幕后就是这样的，很喜欢拍人，讲主啊。我想问你，这样子拍你会尴尬吗？是有点，有点的，叫你继续尴尬啦。拿，你还没到冰。年轻人，一直喝冰，一直喝冰，冰喝多对身体不好。啊？你这几耶？这个是果皮粉来呀，果皮粉做成的冰。很有机，还是在那边，好像做维特这样的嘛，一直在人家旁边啊。通过了坚持拍。我的卖力，那老板讲，哎，你拍好了没有哦？哎，还没有嘞，还没有嘞，给我拍下来。你等到我了啦，哦 ，sorry， 他、啊、妈的这条油啊，拍油就拍进来我厨房，妈的这进人家厨房啊，哇！我真的什么都不服，我服了勇气。就给你们看小杨影片的幕后，给你们看他刚买了一个东西，他买红包袋的，看这一叠，哇老哎，你是拍什么？拍 content， 你拍 content 用那么多啊？要啊，单的了哎，里面可能有10块到500块。你是提早拍下来财神爷啊？叫我跟你玩钱，那你拍一点给我钱啊？我突然忘记掉我这 content 原本要拍的主题啊，我们为什么最近没一起合作，没一起拍东西啊？现在 UGA 就变成他的摄影师啊，看到吗？啊，所以我们的友情。已经不是友情这样子的东西了。记得讲什么啊？发呆。哎，我不可以忘记我的初衷。那影片一方面也是可以给你们顺便看美女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只要找路人玩，然后我们刚看到几间店是有美女的，所以我就顺便给你们看一点福利的东西啦。弄到我都想下去玩一下，如果是跟美女的话啦，嘿嘿。OK。可以吗？好啦，拍，刚刚的幕后拍完了，现在要拍回主题了。我们那边是靠北讲而已，讲要讲什么东西又没有讲，那边也不会拍那种东西。好啦，我讲一下我们最近的状况啦。有一些眼尖的观众就发现到我们 YouTube 频道的那个 logo 拿掉了，那发现到我也很少给你们拍片了。我们最近的出片呢，那个频率也开始有点慢了。最近我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哇，这个我真的要讲，为什么我出片这么慢了？之前是一个礼拜一部嘛，现在又三个礼拜一部，原因呢？是下东西要做，然后我要去学东西赚钱。讲认真的吗？我认真守规认真，这个他们一定要懂。哎，其实真正情况下是我们的友情呢。是有点不敢啊，各自有各的想法不同啊，不敢。我要买船，然后有地要买车，啊，我要买飞机，我要买，三个人不敢。哎，鸡巴，感觉他全部我不给接了。来讲一下啦。哦，等你先讲。啊，其实我们真的
三个人没有什么问题，其实真的是一点事情都没有，就像香港小安讲，好像每一个人呢开始有各做各的东西，有意也有自己的生意开始要做，小安在研究东西，我在研究东西，我们每个人的道路不一样，所以就变成我们要做的东西影响到我们剪片的时间，所以就变成我们出片的时间慢了。如果拿掉那是觉得比较整齐啊，比较整齐，然后一方面我们三个都是固定的，还有啊、哦、不用放也是可以的，我们放如果没有什么很重要，我觉得自己的频道就放自己的影片就好了，不要给人家换了哦，讲错话。我觉得就是比较整齐，最重要是比较整齐，其实真的没什么啦。哎呀，早期放的时候以为就觉得哦，就是早期是因为很多人跟着放，可是跟你讲，现在很多人都拿掉了，不止我们一个卖了。放那个东西哦，只有一个用处，就是看有意影片的人，他们可以顺便订阅一下。对，这样子。如果注意到的话，其实很多人都拿掉那个东西了，因为频道是我们自己的嘛，放自己的影片是最整齐的。连你有叫了十个朋友，你放了十个 logo， 不是等于是你整个频道都是那十个。其实啊，有放有不放。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固定，对，有时候像你们讲我的影片找他们，是有时候觉得不懂啊，拍什么有东西拍的时候呢，肯定还是容易拍的，那最多就出来吃蛇堡咯。最近也是遇到瓶颈，我觉得好像要休息一阵子，然后再去想我要拍的时候，再找你的方向啊。人都是会这样子迷茫的时候了，所以我们其实都还 OK 的，不用担心啊。不 OK 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会拍东西讲什么的，我们直接想什么。对。应该是去外面帮他做东西好了。这样还有什么想讲吗？没有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这是你的频道，这是你影片呢。对啦，这样子我们要屌错了。本来都有什么想要拍的，什么想上你的。其实我也是不想找我们拍的，就有点闲的。上你的影片 view 没有了，变脏一点光都没有。找你们拍 view 也是不会上了，浪费掉我们剪片时间了。三零啊，这是很喜欢讲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还是会继续做，我坚持性很强啊。以为啊，就在继续冲刷屏的留言就可以打倒我。对哦，我要回应刷屏的东西。每次讲我哎呀，这几个拍拍戏都是一样东西不会红，可是我们会开心，我们拍东西都是发自我们的初衷。对，红不红不是重点。我们红不红不是重点，现在我们在演戏看一个动漫 cosplay 展。老怕我要 end， 我要 end 还动漫。OK， 那个是我们自己 enjoy 的啊。OK。不用去订阅我们，不用订阅《创爱世界》Yuki， 还有不用订阅，小杨，啊，就订阅我们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